脸好像有点太美，这个气色，小屁哈Welcome Jackson Wang， 我们现在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在为了出门做准备，今天我们要去参加 A 咖秀，总共七个人要一起去。我已经擦好了，这位小姐现在才要刚开始，我去看她有多久。脸好像有点太美，这个气色，小屁哈，看，自入行销，因为我们使用。Secret， 还有这只礼服仪 ，Doctor Secret， 大家看我以前的影片，应该气色超差，因为使用了 Doctor Secret。现在呢，我要开始来化妆，然后因为我现在使用这套保养品之后，肤质啊、肤色都提亮了很多，也健康了很多，所以现在出门其实我都不化美妆。就是上个防晒，然后就直接画眼妆、唇妆。现在就是防晒上好，眼妆、嘴唇，大概15分钟吧，超级无敌快。细致腻的防晒，我本人超爱，它质地很轻薄。基本上因为澳洲太阳超级毒，所以每天只要出门我都会擦。现在我们三个房间呢，三对情侣都在很认真的准备出门当中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他跑去 wax 他的头发，他今天要变身王嘉尔，我也是觉得很荒谬。我听到隔壁在喊王嘉尔的头。其实很多人在询问我用这套保养品，然后我只能说，这是我第一次那么的喜欢一套保养品。我前面人生的25年用了无数的专柜啊、开价保养品，但是我的肌肤状况完全没有获得改善，直到遇到这一套保养品，就我觉得它贵的值得，然后贵的有它的道理。就是我现在的皮肤已经好到我是可以不用上底妆的状态，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满意，因为我用之前的保养品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大家应该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勤劳的上传影片了吧，然后也很忙，然后到最近可能又找到了一些目标，准备要来冲刺，然后比较有一点点生活重心，就懒得再把我的腮红刷拿出来。你自己当局长，还不错啦，我觉得蛮好办的。的妆容结束，中间我被认为的事情干扰，到现在影片14分钟我就完成了出门的。顺序是好的，现在我已经全部准备好，然后准备去换衣服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发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五四节，我的首次亮相，带来澳洲的第一个 vlog。来这边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大家准备搭火车。今天我们走一个团服的路线，Doctor Secret 的爱用者哦，三个，你怎么第四个 ？Doctor Secret， 我们现在就是临地装出门，厉害吧？嘟嘟嘟，我们下错站啦，来去下一站，下一站，我们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好，我们现在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因为我们出门前呢都没有吃东西，好饿，我们可能会先吃个东西再开始玩。这个大热狗多大？这么大！哇，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多少人？那里有多少人？满山满谷，夸张！还要牵她姐妹的手。满足他的小女生心情，对啊，来了来了，我们的第
烤玉米，感觉像很好吃。我吃这个，这是我爸吃的，刚好六个人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个虾子也很好吃，赞。最有名的 ice cream， 我们现在点两个鸡蛋的。我要假装。好吃吗？不要假装。好吃吗？拿起手。谁看？我还是比较喜欢原味的。我们的重头戏来啦！来捡起来，客家人。不要啦！我是客家人。妈的！哇，哪不好吃啊？好吵！很可怕的游乐设施。我们现在玩完了，因为我们刚刚的位置站在最角落，所以他们拍不到我们。然后真的头超晕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却没有拍到我。我们现在呢买了这个碰碰车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等一下要撞爆后面的小姐们，撞爆他们哦。Now you're in time, yeah, grab your tickets and change. Yeah, there's room for you on the next long ride.下来。
现在呢，先赶上了火车，我们要准备搭车回家了。扰动我一下，顶他，亲他的脸颊。我们火车到站要回家了，回家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，你要讲啊，到这边结束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Let's roll tape. Take me to your paradise.